大家好，我是钟立来，服务于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也是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的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门课《结构耐震设计导论》。那这个是第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的名称呢叫做《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那我们知道这个结构的振动周期呢，就是说这个结构在震荡的过程里面，一个来回所需要的那个时间这样。那这个振动周期呢，会跟这个地震力的大小有关系，这样。那当然，这个地震力的大小，那当然会跟这个地震有关系。那但基本上的话，这个周期越长，那这个地震力就会越小。那也可以说，这个周期越长的话，这个结构的反应啊，就是它的那个加速度的反应啊，或者说绝对加速度的反应啊，越小。那越小的话，它的惯性力就会比较小。那惯性力比较小的话，那就是地震力啊，就相对来讲会是比较小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这个看看说这个一些专有的名词这样啊。那这第一个的话是基本振动周期。那基本振动周期它的英文呢叫 fundamental vibration period 这样。那为什么有这个基本的那个振动周期呢？那主要的原因的话，因为结构的那个振动周期啊，很可能不止一个了，那很可能会多于一个。那么我们这个要找出最基本，那就是说它的周期最长那个，或者说频率最短的那个这样子，那么它就是一个基本振动周期这样。那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个自由度的结构，那么它就是只有一个振动周期，那这个振动周期啊，它就是它的基本振动周期。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两个自由度的振动，两个自由度的那个结构，那么它就有两个那个周期。那我们这个周期最长的，那就是它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这样。然后再来是设计地震力。那设计地震力的话，我们的英文叫 Design Seismic Force。 那这个设计地震力啊，就是说我们用多少的力量来做这个设计这样。那当然这个力量如果太大，很可能呢我们这个很不容易设计，或者说这个它的使用性就不好，或者说我们的构建的那个尺寸就会太大了这样。那如果太小的话，那很可能我们这个结构很可能是不够安全，那就是说再小，但是安全性就不够好这样。所以这个设计地震呢，就要拿捏说，哎，我们这个经济，然后还有安全性，那再取得一个平衡，那么我们就可以出来一个这个设计地震力这样子。那我们刚刚说过有这个基本的那个振动周期，那我们就有个基本的那个振动频率这样。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周期跟这个频率啊是互为这个导数的那个关系这样子。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周期越长，那频率呢就越小。那就是说我们的基本振动周期呢，我们就取周期最长那个周期当做这个基本的振动周期。那基本的这个振动频率呢，我们就取最小的那个振动频率啊，当做它的那个基本的那个振动频率。那英文呢叫 fundamental vibration frequency 这样。那我们对于一个结构的系统里面的话，那我们会有它的质量，然后质量英文叫 mass， 然后有它的进度，那进度呢就是它的那个 stiffness 这样。那进度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造成一个单位位移所需要的力量就是它的那个进度了这样。然后再来这个结构的振动呢分成两种，那一种叫自由振动，那自由振动呢叫 free vibration， 那这个 free vibration 的话就是没有外力之下的那个振动这样。那当然相对于这个自由振动啊，就有个强迫振动，那英文呢叫 force vibration， 那我们在之后的单元呢会做一个说明这样。然后在这个自由振动之下啊，那什么为什么它会有振动呢？那就说我们要有一个初始的位移或者初始的那个速度，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做一个震荡这样。那这个初始位移呢英文叫 initial displacement， 那初始的速度呢叫 initial velocity 这样。好，那这边就举个例子，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呢有个单自由度的结构，那这个单自由度的结构呢柱子的重量忽略不计，然后呢所有的那个重量呢就集中在这个板跟梁上面，那这个质量是 M 这样子，然后呢现在也给了这些柱子跟梁的一些特性这样，然后它的那个弹性魔术柱子叫 EC， 然后它的那个断面的那个面积二次距叫 IC，然后柱子的那个净高就 HC 这样，
那梁也是一样，它的那个弹性模数叫 EB， 然后它的断面的面积二次距叫 IB， 然后它的长度呢叫 LB 这样。那在这边呢，这个大家能不能把那个进度算出来这样？那所谓进度算出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需要有个车位仪，单位一个车位仪，那我需要多少的力量会造成这个单位的那个车位仪？那这个力量的话就是进度 K 了。然后呢，我们有了这个 M， 有了这个 K，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基本振动周期 T 也算出来这样子？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如果现在台北101了，然后那我们能不能估算出啊它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 T 这样子？好，那结构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啊 T 啊，就是说我们震荡一周就是一个来回，一个 cycle 所需要的那个时间。那我们说，哎，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这样。那这个基本振动周期啊，在这个规范里面呢、啊，有几个经验公式这样。那总共有三个。那第一个的话，它是适用于在这个钢构的。那如果这个钢构啊没有其他的抗侧力的那个构件，那么这个基本振动周期啊就可以用这个公式这样。那如果它是个钢构造，然后它是这个梁柱构造、抗弯距构架这样，那但是它没有这个非结构的刚性墙，也没有剪力墙，也没有加劲的构材，就是没有这个斜撑等等这样，然后它的基本振动周期呢就可以用这个公式这样。那这个公式的话，就是 T 就是基本振动周期，那它的单位呢就是秒，然后呢就等于啊 0.085 HN 的四分之三次方这样。那 0.085 啊就是个系数，那 HN 的话就是基面到屋顶的那个高度这样，然后它的单位是公尺这样。那因为它是个经验公式，那说这个单位是很重要，那如果不同的单位呢，这个经验公式很可能要改写这样。那在这边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如果这个 HN 越大，然后这个周期就会越长。那这个 HN 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基面到屋顶的那个高度越来越高的话，那么它的周期啊就会越来越长这样。那这个经验公式呢，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2.6 节 2.94 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经验公式这样。然后第二个经验公式呢，它是属这个适用于啊钢筋混凝土的构造，或者说钢骨钢筋混凝土的构造这样的。然后这个构造呢是这个梁柱的那个抗弯构架，那就是说它没有一个非结构的刚性墙，也没有剪力墙，或者说其他的那个加劲构材这样。那么它这样的话，它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啊就可以用这样一个经验公式这样。那这个经验公式呢也能够适用于一个钢构造的，但是它有一些偏心的那个斜撑，那它也可以适用这样。好，那这个公式的话是等于 0.07 乘上 HN 的四分之三次方这样。那一样，这个 0.070 的话就是它这个系数， HN 的话就从这个结构这个建筑物从它的基面到屋顶啊它的那个高度这样，然后它的单位呢就是公尺这样子。那我们看到说在前一个公式里面呢，它的系数是 0.085， 那在这个公式里面呢，这个系数是 0.07 这样。那就是说同样的高度，如果我们的基面到屋顶的高度都一样的话，那钢构造它的那个系数呢是 0.085， 然后呢钢筋混凝土的构造是 0.070， 那就是说很显然了、啊、钢构造的那个周期啊就会比较长这样。那原因就是说因为钢构造呢它钢的那个强度是比较大，那比较大的话它就可以用比较小的那个断面，那比较小的断面的话它的进度就比较小，那比较小就是比较软，那比较软的话它的周期啊就会是比较长这样。那第三个公式的话就是其他的那个建筑物了，那其他的建筑物呢就是说它的基本振动周期用秒为单位这样。那秒为单位的话那就是它的 T 等于 0.050 HN 的那个四分之三次方这样。那这个公式在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里面的 2.6 节 2.11 这个式子啊里面可以找得到这样。那我们这个回顾一下看这个三个公式这样。那如果是一个钢造的那个梁柱构架，抗弯距构架，那么它的系数呢是 0.085。 那如果是混凝土的梁柱的抗弯距构架，那么它是 0.070。 那如果是其他，那就是说
很可能含有一些墙等等的一些这个建筑物的话，它是0.0050这样。那就是说钢构它的那个周期就比较长，如果说我们这个高度是一样的话，那时候基面到屋顶的高度一样的话，那时候钢构啊，因为它的系数是0.085，它的周期最长。第二呢是钢筋混凝土造，也是这个抗弯距的构架，那么它是0.070这样。那如果含有墙，那它的周期最小了，那么它就是它的系数呢是0.050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的那种频率啊，那我们用 Hertz 的单位这样。那它的频率的话就相当于说多少个 cycle per second， 在这个一秒之内啊震动了几次这样。所以呢它是这个周期的函数这样。那所以说这个 T 的单位呢是秒，然后 F 呢那个单位频率的单位呢就是秒分之一了。那基本上这个结构的周期越长，那是代表这个结构越软，那当然它相对应的频率也低了，那低的话它的那个地震力啊就会比较小了这样。那如果这个结构的周期越短，那就是说承受的地震力呢就会比较大，那周期短的话频率就高，那频率高的话惯性力就大，那地震力也会大这样。好，那我们这边举个例子，那如果说结构的位移呢是 x， 这等于 d sin omega t，Omega 呢就是它的振动的那个频率了，啊，振动的频率。D 呢就是它的振动的幅度，位移的幅度这样。那这个 Omega 呢，它的单位就是 radian per second。那这个 Omega 可以写成是 2 pi 乘上 f 这样子。那这个 Omega 呢就是角频率 ，f 呢就是频率这样。那我们把这个结构的位移微分之后呢，就得到结构的速度了。那这个叫 v， 那 v 呢就等于 x star， 然后它是 t 的函数这样。那把这个 d sin omega t 微分之后呢，就等于 d omega cos omega t 这样。那我们知道说它的振动频率依然是 omega， 但是它的那个幅度速度的那个幅度呢，已经不是 d， 而是 d 乘上 omega。 那就是说如果 omega 越大，在同样的位移幅度之下，它的速度呢就会越高了。那我们再微分一次呢，就得到结构的那个加速度 at，那就等于 x double dot， 就是把位移微分两次，然后呢它的振动频率呢还是 omega， 但是它的振动的幅度加速度的幅度已经是 d omega 的那个平方这样。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那个振动的频率越大，在同样的位移幅度之下，那加速度呢就会越大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振动频率越大加速度就越大，加速度越大那地震力就越大这样。那就是说我们这个频率 Omega 越高，越高的话我们的加速度就越大。那我们知道加速度是乘上它的质量的话，那就是等于这个惯性力，那惯性力呢这个就会形成这个地震力，那这个地震力呢也会这个越大这样。那这个基本振动周期啊，这个 T 啊就等于 2π 除上 Omega，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 Omega 跟这个 F 跟这个 T 啊有这样一个关系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了这样。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设定好这个加速度，那加速度 A 就等于 x double dot， 就等于 a sin omega t 这样。omega 就是它的振动频率， a 呢就是加速度的那个幅度了这样。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积分一次，那就得到 velocity 速度。那 velocity 呢它的那个振动频率依然是 omega， 但是它的幅度呢已经变成是 a 除上 omega。那我们再积分一次呢，得到这个位移，那位移呢它的振动频率依然是 omega， 但是它的幅度啊已经是 a 除上 omega 的那个平方这样。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加速度的幅度是一样都叫 a 的话，那当这个 omega 越高，那这个位移的幅度啊就越来越小这样。所以这个有它这样一个关系这样。那如果说我们固定一个加速度，那这个频率越高的话，那它的位移啊就会越小。那如果说我们回头看前一页的话，那如果说我们固定一个位移的幅度，那这个频率越高的话，它的那个加速度的幅度啊就会越大。好，那我们把一个结构呢，它是个单自由度的结构。那所谓单自由度结构呢，我们用一个位移变数
就能够把这个结构的位移描述出来了。那我们说它是个单自由度的结构这样。那我们这个单自由度结构呢，它有个质量，那这个质量可以把它看成是楼板的那个质量，然后它有个进度，如果是个门型构架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柱梁啊所提供这个进度这样。那我们这个系数啊，进度就是 k 了啊，然后这个外力呢 ，ft， 这个外力就是这个外加的一个力量给它这样。好，那我们把这个自由体图啊取出来这样，那这个 m 就是它的质量这样。那我们假设啊，这个位移是正的，就往右有个位移叫 x， 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个进度，那进度就相当于一个弹簧，那就会有个回复力，就把它往左拉回来这样。那这个回复力的大小呢，是跟这个位移啊成个正比这样，所以这个回复力呢就等于 k 乘上 x， 然后外力呢就是 f 这样。所以在对于这个质量来讲的话，它承受了两个外力，那一个外力等于两个力量，一个力量的话就是它的那个外力 ft 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力量呢是它的回复力 kxt 这样。好，那我们从用这个牛顿的那个第二定律啊，那我们就得到这个 ma 就等于 f 了， f 呢就是外力的总加这样子啊，加总起来这样，所以这个外力呢有 ft minus kxt 这样。那这个 ft 呢是正的，因为它往右的一个方向这样。那这个 kxt 呢是负的，因为它往左的方向这样。那 a 呢就是它的加速度这样。那因为这个加速度啊，可以把它写成啊这个位移的两次平方，所以我们就得到 mx double dot equal to f minus kx。那我们把这个 minus kx 啊从这个等式的右边移到等式的左边，那我们就得到 mx double dot加上 kx 等于 f 这样。那我们这个括号 t 呢，是代表说啊，强调说啊，这个变数啊，它是个 t 的函数，它是跟着时间变化这样。所以我们的外力 ft 是跟着时间变化，我们的位移 xt 也是跟着时间变化，那我们的加速度 x double dot t 也是跟着这个时间做变化这样。好，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得到这个运动方程式这样。那这个运动方程式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平衡的方程式这样，那就是力平衡的方程式。那这 mx double dot 就是惯性力， kx 就是回复力， f 就是外力这样。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说，我的惯性力加上回复力就等于外力这样，你可以把它视为这个力平衡的关系这样。那这个 m 呢就是我们的质量了， k 呢就是我们的进度了，那惯性力呢就等于 m 乘上 x double dot， 回复力呢就等于 k 乘上 x， 外力呢就是 f 这样。那我们看这个方程式，第一个，它是有 x， 还有 x 的导数，所以呢它是一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那因为它只有一个变数，只有一个 independent variable t， 所以呢它是个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样。然后这个除了有 x， 还有这个 x double dot 以外，它还有一个时间的函数，所以呢它是 non-homogeneous。那它有 x， 还有 x 的导数，那最高的导数呢是二阶的导数，所以它是 second order 这样。然后再来我们看这个 x 前面那个系数 k， 还有 x double dot 前面这个系数 m， 那我们知道啊，它是这个 x 跟这个 m 跟 k 啊是个常数，所以呢它是 constant coefficient 这样。所以总的来说呢，它是 second order， 因为它是 second derivative， 它最高的那个导数是两次 second order。 non-homogeneous 就是说它除了 x 还有 x 的导数以外，它还有一个是时间的函数，所以它是 non-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因为它有变数还有它的导数，再来的话它只有一个 independent variable，说它是个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个 in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 t 这个时间这样。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 那这个 m 跟这个 k 是个常数，那所以说它是一个 constant coefficient， 它不随着时间变化这样。然后这个部分呢，这个
有关这个微分方程式呢，我们在这个工程数学里面的 ODE 啊里面可以找得到。好，第一个呢，我们来先看这个自由振动。那所谓自由振动的话，就是外力为零，就没有外力这样。那我说说啊，这个就是我们有个质量，然后呢有个弹簧，就是我们把这个结构啊可以模拟成啊一个质量、这个弹簧、这个系统这样。那因为这个 Ft 等于零，外力等于零，那说这个运动方程式呢就可以写成 mx double dot 加上 kx equal to zero。那因为外力等于零，那所以说这个微分方程式里面呢、啊，就是只有 x 还有 x 的导数，所以呢它就变成是个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然后它的最高的那个导数是二阶的，所以它是 second order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那因为 m 跟 k 啊，它是个常数，所以是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s。好，那我们把这个运动方程式啊，这个等式的那个左边跟右边啊，同时这个除以 m，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 x double dot， 然后呢 k divided by m x equal to zero。那我们这个 k divided by m， 我们待会会说明呢，这个 k divided by m 呢，哎，原来就是 omega 零的平方这样子。那我们待会会说明说，哎，为什么它是 omega 零的平方这样？所以 omega 零呢，就是它的那个振动的频率。那 omega 零的平方等于 k divided by m， 所以这个 omega 零啊，就等于 square root of k divided by m 这样子。那我们这个知道这个 omega 零是等于 k divided by m take square root， 所以我们这个 m 是一样的话、啊、我们同样的 m， 我们有两个结构 ，m 是一样的，质量是一样的。那如果说它的进度越大 ，k 越大。那么它的频率 f 就越高，那因为这个 f 啊，就是等于这个 omega 零 divided by 2 pi 这样，那 f 越大的话，那就是说它的周期啊就越短这样。好，那再过来的话，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k 固定啊，就是两个结构 k 是一样的，它的进度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这个质量越大，那这个质量越大就分母越大，然后这个频率呢就越低了。然后呢，这个周期呢就会越长，这样，那就是说进度越大，等于这个结构就越来越刚硬，那么它的周期就变短，频率就变高了。那当我们质量变大的话，那这个结构就会变软，那我们这个频率就变低，周期呢就会变长。好，那我们跟着的话就是说，在这种自由振动之下，我们怎么得到这个结构的反应？那这个结构的反应呢，是包括结构的位移、结构的速度，还有结构的那个加速度这样。那我们就从这个运动方程式啊，这个 x double dot plus omega zero square x equal to zero 来出发这样。好，那因为我们从这个工程数学里面呢、啊，我们知道说，哎，解这样一个运动，这个解这样这个常微分方程式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x t 啊设为这个 exponential lambda t， 把它设为 exponential lambda t。那我们把这个微分之后呢，那因为这个 lambda 是个常数，那所以说这个 lambda 是不跟时间变化的，所以 x dot 呢就等于 lambda exponential lambda t。 那再微分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x double dot， 那这个 x double dot 呢就等于 lambda square exponential lambda t 这样。那我们把 xt 带进来就是 exponential lambda t， 把 x double dot 带进去这个运动方程式，那我们就得到 lambda square exponential lambda t。 好，那跟着的话，我们从这边到这边的话，我们把 exponential lambda t 取出来，那它的系数呢就是 lambda square plus omega zero square equal to zero。 那因为这个方程式等于要等于零，但是我们知道 exponential lambda t 不会等于零，那么我就只好让这个 lambda square plus omega zero square equal to zero。那因为这个 omega zero square 它是个正的数，然后移到右边呢，它就变成负了。那取 square root 之后呢，它就变成是个 imaginary number。那所以这个 lambda one 啊 equal to minus omega zero i， 这个 lambda two 啊 equal to omega zero i。那这个 omega zero 啊是个正的值这样。那这个 i 呢就是 square root of minus one 这样。那所以这个 lambda one 啊跟这个 lambda two 啊都是一个 imaginary number 这样。那就是说我们解出啊 lambda 1 跟 lambda 2这样。
那这个 Lambda 1跟 Lambda 2把它带进去 XT，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运动方程式呢就有两个解，一个解呢就是 exponential Lambda 1t， 另外一个解呢就是 exponential Lambda 2t 这样。那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我们把这个 exponential Lambda 1t 带进来 XT， 那再把这个 exponential Lambda 1t 微分两次带进来，看说这个式子是不是满足的。那如果是满足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真的是它的解这样。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解呢有两个，那我们怎么找到它的通解呢？那它的通解的话，就是说我们把这两个解啊各自成一个系数 C1 跟 C2 这样，那我们就得到一个 general solution， 一个通解了这样。所以我们这个 x 的那个通解呢是等于 C1 exponential lambda 1t plus C2 exponential lambda 2t 这样。那当然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我们把这个 x 带进来，再把这个 x 微分两次带进来，那看这个式子啊是不是依然可以成立这样。那如果成立的话，那这个是真的是它的解这样。好，那跟着我们把 lambda 1带进来， lambda 1呢是等于 minus omega 0i， 那我们呢这个也把这个 lambda 2带进来， lambda 2呢是等于 omega 0i 这样。然后最后呢我这个 xt 也就可以表示成啊 c1 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0t plus c2exponential i omega 0t 这样。那我们知道这个 exponential i theta 可以写成是 cosine theta minus i sin theta 这样的。那所以说这个 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0t 可以把它写成是 cosine omega 0t minus i sin omega 0t。 那这个 exponential i omega 0t 可以把它写成是 cosine omega 0t plus i sin omega 0t 这样。那我们在这边呢会看到说它是有两个 independent 的函数，然后一个是 cosine omega 0t， 然后呢一个是 sin omega 0t。 那我们把 cosine omega 0t 经过整理之后呢，它的系数是 c1 plus c2 这样。那我们把 sin omega 0t 把它取出来之后呢，它的系数呢就是 i minus c1 plus c2 这样。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C1 跟 C2 啊 C1 plus C2 啊给它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小 C1， 这个 I minus C1 plus C2 呢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小 C2， 那我们最后的 XT 呢就可以把它写成是 C1 cosine omega 0t plus C2 sin omega 0t 这样。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原来呢是有复数的，因为我们有 minus I omega 0t 在，那我们有 i minus omega 0t 在这样，所以原来是用一个复数的那个形式来表示这样。那我们经过这样一个整理之后呢，它就变成这个实数的那个形式来表示。那因为啊，我们知道这个位移啊，这个 xt 啊，它是个实数的函数，所以呢，我们也把它的解啊，用个实数啊来这个表示。所以呢，最后就 c1 cosine omega 0t plus c2 sin omega 0t。那这个 cosine omega 0t sin omega 0t 它是个实数的函数，那 c1 跟 c2 呢也是个实数这样。那我们有了这个位移之后，那我们把位移微分一次再微分一次，那我们就得到它的速度还有它的那个加速度这样。所以我们这个 x star 就 equal to minus c1 omega 0 sin omega 0t plus C2 omega 0 cosine omega 0t。 那这个 x double dot 的话就等于 minus C1 omega 0 square cosine omega 0t minus C2 omega 0 square sin omega 0t。 那跟着的话我们要决定这个 C1 跟 C2， 那我们把这个 C1 跟 C2 可以把它看成是积分的常数这样，那就是 constants of integration 这样。那我们要解出这个 C1 跟 C2 呢，决定这个 C1 跟 C2 呢就要需要两个条件。那这个两个条件呢，一个是初始的位移 initial displacement， 一个是初始的速度 initial velocity 这样。那我们这边举个例子，那如果说 initial velocity 是非零，不等于零，是等于 x0， initial velocity 等于零，那是 x dot equal to 0。 那我们从 initial displacement x0 equal to x0，那我们呢就把它带进来，这个时间是0，
这个时间是零，那 cosine omega 零呢就等于一了 ，sine omega 零呢就等于零了，这样，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是 c 1乘上一 ，plus c 2乘上零 ，equal to x 0，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啊这个 c 1呢就等于 x 0，那我们再从这个初始的那个速度了，初始速度 x dot 0 equal to 0，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带进去是零，这个时间带进去是零，所以呢 sin omega 零就是零。这个时间把它带进去零，那 cos omega 零就等于一，这样，所以我们就得到 minus c1 omega 0乘上零 ，plus c2 omega 0 times 1 equal to 0。那在这边的话，这个 c1 知道了，那 c2 是不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c2 解出来，就等于零，这样。那当我们 c1 解出来是 x0，c2 已经解出来是0。那我们把这个 C1 带进来 C2 带进来，那我就可以得到它的位移了，然后再把 C1 C2 带进去速度，我就可以得到它的速度，再把 C1 C2 带进去它的加速度，我就可以得到结构的加速度，那最后呢我就可以得到结构的位移、结构的速度、结构的下速度，这样 X 呢是等于 X0 cos omega 0t， X dot 呢是等于 minus X0omega 0 sin omega 0t， x double dot 呢是等于 minus x 0 omega 0 square cosine omega 0t， 这样。好，那我们再看这个 xt 了啊，这个位移，那这个位移呢我们知道说，它的振动的频率就是 omega 0，那说这个 omega 0啊就是 square root k divided by m， 就是我们的 omega 0，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振动频率了，那它的振动幅度呢就是 x 0，就是位移的幅度呢就是 x0， 这样。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速度了啊，那结构的速度呢它的振动频率一样，跟位移一样是 omega 0，那但是它的那个幅度啊，速度的那个幅度呢就是 x0 乘上这个 omega 0。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加速度了，然后它的振动频率也是 omega 0，那但是它的幅度呢就是 x0 乘上 omega 0 square， 这样，所以呢这个速度的那个幅度是位移的幅度乘上 omega 0， 加速的幅度呢是位移的幅度乘上 omega 0 square，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 omega 0越大，那在同样的位移的幅度之下，它的速度的幅度、加速度的幅度会越大，这样。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case 啊，然后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是 initial displacement 等于零，initial velocity 不等于零，那我们把它设为 x 零大，这样子。那我们从这个 initial velocity， 那就是 xt 这个 t 呢，把它带为零。那 cos omega 零呢就等于一了，那 sin 零呢就等于零，这样。所以我们得到了 c1 times 1 plus c2 times 0 equal to 0，那我们就得到 c1 equal to 0。那我们再看这个 initial velocity， 这样。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时间用零带进去，那 sin 零的话就是等于零， cos 零的话就等于一，这样，所以我们就得到 minus c1 omega 0 times 0 plus c2 omega 0 times 1 equal to x0 dot， 那我们这个 c1 已经知道是零了，那我们就可以解出 c2， 那 c2 呢就等于 x0 dot divided by omega 0。那当我们这个 c1 找到了， c2 找到，那我们把这个 C1 C2 带进去位移，那我们就得到结构的位移， C1 C2 带进去这个速度，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构的速度， C1 C2 带进去这个加速度，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构的那个加速度，这样。那我们看看结构的位移，那结构的位移呢，它的那个振动频率呢就是 sin omega 0t， 所以它的振动频率是 omega 0。 那我们看它的幅度了，那它的那个位移的幅度呢就是 x0 dot divided by omega 0，那就是说如果这个 omega 0越小，那这个位移幅度啊就会越小，这样。那我们看这个速度的那个情况，结构的那个速度了，那它是 cos omega 0t， 所以它的振动频率呢是 omega 0，然后它的那个速度的那个幅度呢是 x0 dot， 就跟它的那个初始的速度啊一样，这样。那我们再看结构的那个加速度了，然后它是 sin omega 0t， 所以它的振动频率是 omega 0， 然后它的幅度呢是 x0 dot
乘上 omega zero， 那就是说，如果说结构的频率越高的话，那么它的加速度啊的那个幅度啊就会越大，这样。好，那我们跟着看第三个 case 啊，那第三个 case 呢是最 general 的 case 啊，那就是说，它这个初始位移不等于零，等于 x zero， 然后初始速度不等于零，等于 x zero 到这样，那一样，我们从这个初始的位移，那我们把时间零带进去，零带进去，零带进去，那我们就得到了 c one times one plus c two times zero equal to x zero， 那我们就可以解出 c one equal to x zero。那我们再把这个初始速度这个时间带进去是零，带进去零，带进去零，那我们就得到啊 minus c1 omega 0 times 0 plus c2 omega 0 times 1， 那我们就 equal to x0 dot， 那我们就可以解出 c2 了，那 c2 呢就等于 x0 dot divided by omega 0，这样。那我们 c1 找到了， c2 找到了，那我们把 c1 跟 c2带进去位移，那我们就得到结构的位移了。把 c1 c2 带进去速度，那我们就得到结构的速度了。那我们把 c1 c2 带进去加速度，那我们就得到结构的那个加速度了。那我们看这个结构的位移，结构的位移呢是 x0 cosine omega 0 t plus x0 dot divided by omega 0 sine omega 0 t。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知道说它的那个振动的频率呢就是 omega zero， 那它的幅度呢就会大于这个 x zero， 那当然也是大于啊这个 x zero dot divided by omega zero 这样。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那个速度了啊，那结构的速度呢是 minus x zero omega zero sin omega zero t plus x zero dot cosine omega zero t， 所以呢它的那个频率了也是 omega zero， 然后呢，它的幅度呢就会比 x zero 到大，也会比 x zero omega zero 大这样子。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那个加速度，结构的加速度呢 equal to minus x zero omega zero square cosine omega zero t minus x zero dot omega zero sin omega zero t， 所以它的振动频率依然是 omega zero， 那它的幅度呢就会比这个大，也会比这个大这样。好，那我们刚刚呢是用 ODE 啊来解这个自由振动的问题，这样。那我们试着说用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啊来解这个自由振动的问题，这样。那如果说我们用两种方法解出来的那个结果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就相信说我们的方法是对的，我们的结果是对，这样。那我们来看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的定义，这样。那如果说我们在时间域里面有个 xt， 那经过 Laplace transform 的话，它就变成是大的 xs 这样子。那说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的定义呢，那我们就是 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exponential minus st xt dt 这样。那因为呢我们在这边呢对这个时间积分呢说它已经不再是时间的函数，然后呢它变成是 s 的函数这样。那就说我们原来是 t 的函数，经过 Laplace transform 之后呢它就变成是 s 的函数这样。然后呢，这个在我们的工程数学里面呢有说到，也找得到这样子。好，那我们来举个例子。那如果这个 xt 呢是等于 exponential at 这样，那我们看说它的 Laplace transform 是长什么样这样。那我们就把这个 xt 啊带进来，说是 exponential at， 那我们啊再按照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的定义乘上 exponential minus st， 然后呢对时间积分。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这样，那这个积分之后呢，它就变成是 exponential minus 括号 s minus a 括号 t divided by s minus a， 然后呢前面还有个负号这样，然后呢它是从零到这个无限这样。那如果我们把零带进去，因为 exponential 的零次方呢就等于一，那所以说我们就得到 one divided by s minus a 这样。那如果说我们把无限带进去，我说这个 t 趋向无限这样，那如果说这个 s 大于 a， 那 s 大于 a 那就代表说这个是正的，那这个是正的话，那再加个负，那这个 exponential 负的无限那就趋向于零这样。那所以说我们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啊
就等于 1 divided by s minus a。 那就是说如果 x 是小 x 是等于 exponential at， 经过 Laplace transform 就得到个大 x， 那大 x 呢就是 1 divided by s minus a 这样。那这个在我们的 Laplace transform 的工程数学里面呢可以找得到这样，然后这个我们待会也会用得到这样子。好，跟着我们说这个 sin omega t 的 Laplace transform 这样。那这个 sin omega t 呢，我们一样，那我们就按照定义，所以它的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是 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sin omega t exponential minus st dt 这样。那我们跟着呢把这个 sin omega t 啊，把它改写成 exponential i omega t minus 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t divided by 2i 这样。那各位可以检查一下，这个 exponential i omega t 呢可以写成是 cosine omega t plus i sin omega t， 这个 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t 呢可以把它写成是 cosine omega t minus i sin omega t 这样。那这两个一相减之后呢就等于两倍的 i sin omega t， 那 2i 跟 2i 消掉就等于 sin omega t 这样。那 exponential minus st 照写 dt 照写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写成这样一个形态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如果是 exponential at， 它的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是 1 divided by s minus a， 只不过现在的 a 呢改成是 i omega， 现在的 a 在这里呢改成是 minus i omega，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啊这个 1 divided by 2i 括号1 divided by s minus i omega minus 1 divided by i s plus i omega 括号。那我们经过整理之后呢，它就已经不再是个复数了，那它是可以用个实数来这个呈现这样。那所以说 omega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所以我们呢就得到这个 sin omega t 的 Laplace transform 就等于 omega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好，那我们跟着呢再看看说这个 cos omega t 的 Laplace transform， 那就是小 x 呢是等于 cos omega t， 那我们要找这个大的 x 这样。那我们也是一样按照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的定义，那就是 cos omega t exponential minus st， 那我们对时间积分 from 0 to infinity， 那我们把这个 cos omega t 写成是 exponential i omega t plus 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t divided by 2这样。那各位可以检查一下这个 exponential i omega t 可以把它改写成是 cos omega t plus i sin omega t， 这个 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t 可以写成是 cos omega t minus i sin omega t， 那它两个一相加之后呢就得到两倍的 cos omega t， 这个2跟2消掉就像回到这个 cos omega t。 那我们写成这样一个形态呢，主要的原因的话，这个的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啊刚刚已经找到了这样。那我们知道说这个 exponential at 的 Laplace transform 是 1 divided by s minus a， 只不过现在 a 呢用 i omega 取代，说 i omega 取代，那这个 a 呢用 minus i omega 取代这样，所以呢这个大的 x 呢就等于 1 over 2 括号 1 divided by s minus i omega plus 1 divided by s plus i omega 再一个括号这样。那我们经过整理之后通分之后呢，那这个 i 就消失掉了，那就等于 s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这样。所以 cos omega t 的 Laplace transform 就等于 s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这样。好，那我们这些啊待会都用得到这样。然后跟着的话，因为我们在这个微分方程式里面啊有这个导数，那如果说我们假设说这个导数这个 x 的 Laplace transform 已经知道了，那 x dot 的 Laplace transform 要怎么来找，它们的关系是怎么样这样。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就是 x 就是这个微分之后呢，那就等于 x dot，
x dot 的话就等于 d dt x 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 x dot 的 Laplace transform，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定义，那是 x dot times exponential minus st dt 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这样。那在这边呢，我们用到这个 integration by parts 部分积分这样。那我们把这个呢看成是 dv 这样 ，x dot dt 就变成是 dv 这样 ，exponential minus st 呢是把它看成 u 这样，所以这个是 x integrate u dv equal to uv minus integrate v du 这样，所以呢这边就是 uv 了，然后 u 呢就是 exponential minus st。dv 呢因为是 x dot dt 积分之后呢就是 xt 这样，然后呢积分的上下限呢就是0到这个 infinity 这样，然后这个 integrate， 然后呢再来是 v du， v 呢就是这个 x 的，然后 du 呢我们把这个 exponential minus st 经过微分之后呢就是 minus s exponential minus st 这样。好，那我们这个整理过之后呢，那我们这个积分呢用零带进去的时候呢那就是 x0 了，用 infinity 带进去呢，因为这个 minus infinity exponential minus infinity 趋向于零这样子，那这一项呢就不见了这样，所以我们呢第一项就只剩下这个 minus x0 这样。好，那个 minus minus 那积分这个 cancel 掉之后就变成是负负得正了这样，那我就 integrate xt，然后把这个 s， 因为它不是时间函数取出来，那就是 s 就可以取到这个 integration 的外面这样。那 xt exponential minus st dt， 然后 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然后这个就是 xt 的 Laplace transform 这样。所以我们经过整理之后呢 ，x dot 的 Laplace transform 可以等于 s 乘上 x 的 Laplace transform minus x0 这样。所以这个 Laplace x dot t 就等于 s 乘上 Laplace of xt minus x0 这样。刚刚呢是一次微分的，那一次微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一次微分的 Laplace transform 等于这个原来这个函数的 Laplace transform 乘上 s minus 它的那个初始的那个条件这样。那如果是两次微分呢，这个 x double dot 的 Laplace transform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s 乘上 x dot 的 Laplace transform minus x dot 0，然后呢这个是按照这个关系来这样。那我们知道 x dot 的 Laplace transform 呢是等于 s 乘上 x 的 Laplace transform minus x0， 那我们经过整理之后呢 x double dot 的 Laplace transform 等于 s square 乘上 x 的 Laplace transformminus sx0 minus x dot 0，那我们就最后就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关系式，那就是说 x double dot 的 Laplace transform equal to s square 乘上 x 的 Laplace transform minus sx0 minus x dot 0。那我们有了这些条件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用 Laplace transform 啊解这个自由振动这样。那这个自由振动的运动方程式是 x double dot plus omega 0 x equal to 0，然后初始条件给了 x0 equal to x0 x dot 0 equal to x0 dot，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运动方程式取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然后说我把这个运动方程式取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那等式的右边的话0的 Laplace transform 还是0， xt 的 Laplace transform 就是大的 xs 了，然后 x double dot 的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等于 s square 这个乘上了这个 x 的 Laplace transform minus sx0 minus x dot 0。那我们在这边呢就原来是个微分方程式的，那我们就经过 Laplace transform 之后就是个代数的方程式，那在这边呢只有 xs 是未知数这样，那我们就可以解的这个 xs， 那这个 xs 呢 equal to sx0 plus x0 dot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0 square 这样。那我们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那这个大 x 呢是小 x 的 Laplace transform， 那我们的目的要求小 x 就结构的位移这样，那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大 x 呢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要得到这个小 x， 所以我们跟着呢要做这个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这样。那再要做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呢，我们不就把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啊，把它表示成说我们知道他们的那个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那我们经过这个 partial fraction 之后啊，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啊这个 x0 乘上 s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0 square plus x0 dot divided by omega 0 omega 0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0 square 这样。那如果回到我们前一页，那我们在这边呢不太容易找到它的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改写成这样之后呢，那我们知道这个 s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0 square， 那事实上呢它的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是 cos omega 0 t 这样。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推导过说 cos omega t 的 Laplace transform 就是 s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只不过说现在 omega 呢用这个 omega 0 来表示，所以呢这个的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就是 cos omega 0 t 这样。那我们再看这个了，这边的话是 omega 0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0 square， 然后它的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是 sin omega 0 t 这样。那因为我们之前有推导过说 sin omega t 的 Laplace transform 就是 omega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那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呢用 omega 0 取代了这个 omega，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构的位移 x equal to x0 cos omega 0t plus x0 down divided by omega 0 sin omega 0t 这样。那这个位移呢是用 OD 用那个 Laplace transform 来解这样，那各位呢可以比较一下之前用 ODE 来解，那看说两者的那个结果啊是不是一样这样。那当我们有了这个结构的位移，那当然我们就可以找到结构的速度，也可以找到结构的那个加速度这样。那我们在这边呢举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是个单自由度的结构，它的质量呢是等于这个2000吨，然后它的进度 k 呢是等于 m 乘上 2pi square， 那时候等于78957kNm 这样。那我们有这个质量 m，有了这个进度 k， 那我们就可以找出它的自然振动频率这样。那这个自然振动频率 omega 0 equal to square root of k divided by m，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 2pi 就等于 6.283， 然后它的单位呢是 radian per second 这样。那这个是 angular frequency， 那如果说我们要找 frequency 呢，我们就把这个 omega 0 divided by 2pi， 那我们就得到 1Hz。那这个 1Hz 呢就代表说一个 cycle per second， 就一秒里面呢它震荡了一个 cycle 这样。那我们有了 f0， 把这个 f0 啊取它的那个导数，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自然振动周期这样。那这个自然振动周期呢就是一秒，那就是说一个振动来回就是一个来回一个循环，那它所需要的时间呢就是一秒钟这样。好，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的话，我们给了那个初始位移是 0.1 公尺，然后初始速度是零这样。那我们这个从之前的推导里面呢，我们就找到结构的位移，找到结构的速度，找到结构的加速度这样。那结构的位移呢就是 0.1 cos 2pi t， 结构的速度呢就是 minus 0.2pi sin 2pi t，那结构的加速度呢是 minus 0.4pi square cos 2pi t 这样。那位移的单位是 meter， 速度的单位是 meter per second， 加速的单位是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那我们就做图了，我们就做图这样。那这个是总共有三个小图，第一个图呢是位移，再来是速度，那再来是加速度这样。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判别一下这个图对不对这样。第一个 initial displacement， 哎，是不是跟我们的预期是 0.1m？ OK， 然后呢再来这个它的振动的那个形态，哎，它是一个单一频率的振动， OK， 而且呢它的周期呢是一秒，那就是跟我们的预期一样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 velocity 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个 initial velocity 是零，哎，跟我们预期一样，然后它的振动周期呢，一秒，哎，跟我们的预期也是一样，然后呢，再来这个大家看看说这个振动的幅度，那大概是0.5到0.1之间，那这个幅度合不合理？那各位可以做一个研判这样。那我们再看这个加速度了。那这个加速度呢，我们发现这个图制作出来的那个 initial 的 acceleration 呢，大概是 -4 左右，那 -4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那大家可以检核一下说这个 -4 合不合理，那跟我们预期是不是一样这样。然后它的幅度呢，也是在这个正负4个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在做这个震荡这样。然后它的周期是一秒，然后跟我们的预期啊是不是一致这样。那就说我们做图之后呢，我们要做个研判，看说这个图合不合理。那研判的基准呢，一个就是说初始值合不合理，再来振动的幅度合不合理，再来它的频率或者说它的周期合不合理。那我们如果研判的这三个部分的话，那我们就比较说有信心说我们这个结果啊是对的这样。那我们这个单元都这里啊，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